请看《百目菩萨偈颂》第几首？我们讲的第几首？第六首。第六首。宝指光焰若明灯，其光隐隐宣大愿。如佛往昔于诸有本所修行皆具足。这是赞叹宝树的树枝，光焰若明灯。这个句子的意思容易懂，表法的意思，诸位如果从前面一直听下来，我们一起在一块学习的呢。我相信都不难懂了。宝枝是表道场的分支机构，道场是遵循佛陀的教诲。分支机构当然也不例外。为什么呢？它是一个活活僧团。这一点我们特别要留意到。活活僧团。弘护这些诸位大德们。都是深入经藏，深解义趣，与诸佛如来同心同愿、同德同行，当然称得上是三宝的分支机构。如佛光明。普照世界，若明灯，无处不照啊！其光隐隐宣大愿，所宣扬。所显示的诸佛菩萨的宏愿，像我们净宗，当然这是《无量寿经》上阿弥陀佛48愿，弥陀48愿，我们。学习之后，都要把它落实在自己生活之中。落实在日常应酬之中，处事待人接物。
同时，要知道，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发心。啊，心是根本。愿由心发，心真，愿就是真的。啊，自然如佛一样。啊，念念呢，确确实实是普度众生。啊，我们以四弘誓愿来讲，断烦恼是为众生，不是为自己。啊，为自己有人说，哎，我早一天晚一天成佛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啊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堕地狱活该，与你也没有关系啊。世间这样的人呢，是大有人在。这是他不了解菩萨修行呢，确确实实是念念为众生。愿愿为众生，行行为众生。啊，不能说与众生没有关系，那就错了。与众生有密切的关系。什么关系呢？给众生做一个好榜样。没有善根的人，这个榜样帮他种善根啊，他看阿赖耶识里头落下善根的种子了。他纵然没有看到啊，听说了，阿赖耶识里头也种了种子了。有善根的人，听了之后啊，确实是帮他增长啊。业障浅的人，增长的速度啊很快；业障重的人，增长的速度啊比较慢。这个道理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善根深厚的人，他看到这个形象，帮他成熟，帮助他了，其如佛境界，一生成就啊。怎么会没有关系呢？啊，如佛往昔与诸有啊，本所修行皆具说，就像佛过去生中修菩萨道啊，在六道里头。这个住有就是六道，欲界有、色界有、无色界有，我们今天在六道，听说佛在六道修行，
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。啊，佛是从我们这个地方修行成功的人呐。啊，他怎么修的？怎么成就的？圆圆满满，为我们宣说出来。他宣说这些目的，我们很清楚、很明白，是教导我们、劝导我们向他学习。啊，永脱苦海啊！六道轮回是苦海，佛家常讲苦海无边呐！啊，但是回头是岸，啊，不回头那真的是没有边际。啊，所以这一个道场的分支机构，啊，我们在这里特别留意。凡是从事于佛法弘护工作的同学、同修，无论男女老少，无论你在哪一个岗位，都要通达佛法。而且要通达本宗的法门，这要怎么做法呢？不能不读经，不能不听经。啊，过去。我在美国，在加拿大，在台湾，啊，在马来西亚也说过，啊，劝导这些同学们早晨早餐之后能用个10分钟。15分钟，在一起做共修。这个共修不是造苦，这个共修呢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精神讲话。交换。工作经验做各个不同部门彼此互相合作的联系，非常有必要啊。就像一般机构里面讲的早餐汇报啊，他们早餐汇报是属于业务，我们这个早餐在一块学习，是特别着重在六合经，着重在深入经藏。深解意趣啊！我们佛门早晚课那是读诵啊，这个地方呢可以做深入的研究讨论，在一块共同学习啊，10分钟或者15分钟学一句经文，
或者呀、啊、四句偈。每一天不间断，这样就能建立共识。啊，六合敬里面讲的“见合同解，戒合同修”啊，只要把六合里头把这两样做好了，其他的容易解决了。决定没有问题了。啊，早餐之后啊，不要多，10分钟，不要超过15分钟。啊，我们从前讲的早餐开始。我们也做了好几年，现在我退下来了，我完全做就是世间人讲的退休的生活。教内教外的事情。我不闻不问了，啊，那身体呢？这三宝加持还可以，啊，所以退居之后啊，佛家讲退居啊，世间人讲退休啊，我从事这个录像室里面。录这一套《大放光佛华严经》，啊，只做这一个工作，专心在做，啊，我们这部经往后的进度要加快。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世竹妙严品啊，《华严经》39品，这是第一品啊。第一品经是比较长一点啊，总共有5卷经文，从开讲到现在。同学们告诉我，将近1000个小时。这一部分的经文，全是讲的表法。啊，都是意在言外。啊，所以我们到场。道场里面有分支机构，道场外面有分支机构的也不少。啊，像台湾佛光山，啊，它的大本山是在台湾高雄，它的分支机构啊。遍及全世界，啊，到处他都建立道场，宝芝啊，他的分支机构是多，但是宝智光严若明灯呢，其光隐隐宣大愿，这2句，并没有做到。原因是什么呢？没有真正的弘法人才。啊，由此可知啊，
培养真正鸿鹄人才是今天佛门第一桩大事。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呐！新加坡居士林这几年的兴旺，得力于讲经不间断，教学不间断。弘法人才培训班现在是第六届，看来越来越殊胜，前途光明。这些同学们，大家在一块一起学习经教，但我们一般说了，这不是外行啊。将来居士林的分支机构多了，有这么许许多同学。来担任执事，希望这一手记呀能够落实。真正做弘法利生的事业。再看底下这一首，第七首，树下住神。刹尘宿啊，习共依于此道场。个个如来道树前，念念宣扬解脱门。这个树下住神，就是讲的树神。树神是哪些人呢？就各种建树里面的负责人是树神，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新加坡净宗学会。这是一棵大树啊！净宗学会里面也分了很多单位有管教学的，有管总务的，有管财务的，有管联络的。现在又办了培训班，有管培训班的，有管这个慈善救济工作的，许许多多这些小的机构啊，这小的机构就是树干、树枝啊，负责的人都是树神呐。这个学会董事会诸位董事那是大神呐、他们主管呢教学弘法的政策。经文的意趣在这个地方树下住神呢，刹尘宿啊，那个数量太多太多了，包括各个单位主持的人，各个单位的干部、
一直到一公，数量就多了。啊，十公一于次大乘，见乎同解，见乎同修。啊，实实在在这一句就是六合音，一直到力合同均，佛家是世界最理想的社会。见和同解，我们只有一个理想，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。啊，一个理想呢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决定没有自私自利，如诸佛菩萨舍己为人，这是佛陀教育。佛陀教育里面决定没有自私自利。佛陀教育里面决定没有特权阶级。释迦牟尼佛过的生活跟他的弟子们完全平等。啊，当年世尊在世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这出去托钵不一样啊。我们有没有想到，释迦牟尼佛处世待人接物，以真诚、清净、平等心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啊，平等对待不同国家的人，不同族群的人。不同宗教信仰的人，不同文化的人，一律平等啊！啊，热心的照顾啊，为大家服务这个团体越来越大，世尊是大家精神之中心啊！佛给大家制定一些规矩，人人都遵守啊，这个就是戒律啊。身同住。口无增，意同悦，个个人法喜充满，利益同均，物质生活一律平等，非常可惜呀！共产党人不懂得佛教。他们要认真学习，才叫真正的共产党。佛家没有共产党这个名称，实际上是共产。
这是事实，一点都不假。佛家不管团体大小，平等的。现在的佛教贬值了，清朝中叶以前，中国佛教的寺院庵堂，只要是出家人，不怕没地方住啊，任何寺庙都留你，只要你是真正出家人，你受过三坛大戒。到一个寺庙里面叫讨单呢，讨单就是我要在这个地方住几天，寺庙没有理由拒绝，为什么呢？出家人，道场叫设方道场，所有寺庙都是出家人的家了。出门真的方便呢，有地方住啊，有地方吃饭呢，身上一分钱没有啊，就走遍天下。只要是出家人，绝对是一家人。到清朝晚年之后。这个寺庙逐渐变成子孙庙了，变成一个私人家庭了。你要想到他那去住几天，到他那边去的时候吃饭，一定要跟常住熟悉，是朋友认识的。如果跟他没有关系，不认识，客气，留你吃一餐饭。不会留你住了，不像古时候啊，古时候出家人到寺庙里头，你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，一住进去就要守道场的规矩，道场会分配工作给你做，你领一份执事。共产的制度，什么地方能推行呢？阿罗汉以上可以推行了。为什么呢？人没有私心，自私自利的念头断掉了。真正能够牺牲自己，成就别人，这个是世法里头，所谓是理想的社会，无法落实的理想的社会，佛门里头落实了，推行了3000年。所以，往年方东北先生给我说过很多次，佛法要复兴呐，必须要恢复丛林制度。我听他讲过多遍了，听得耳熟印象很深。丛林一切公开，丛林的主席、领导人，我们一般称为方丈主持，是大众选举。
任期一年。无论担当什么样的职事，跟大众地位完全平等，只是你的工作岗位不一样。生活完全平等，担任执事者是替大家服务啊，不是特权啊。你为了办事情方便起见，你有一个房间住。大众呢，大众叫住通铺，我们佛门叫广单。不是一个人一个房间，一个房间住很多人。这个制度，不要这样大师定的。这个制度好啊，依众靠众啊，我们生活、工作、修行都在一起。宿舍好像是。好像军队一样的一个班，一个房间，这个班一个班里头有班长，生活是有规律，什么时候休息，同时休息，什么时候起床，一起起床，没有特殊阶级。直四。除了他工作方便起见，他有一个房间，作息起居还同大众，跟大众没有两样啊。习气亦于此道场啊。个个如来道术前，念念宣扬谢陀门。念念，不必说。你这样做，别人来看，就得受用了。你就在宣扬了。从前一般大寺院，总有客人，你自己家里头。都常常有亲戚朋友来访问嘛，何况佛门的道场来访来参访的有出家人，还有在家居士甚至于还有一些文人读书人，不见得他是学佛的。他要到寺，他这个地方好，环境清净，是个好的读书场所。寺院里头有藏经楼，收藏的图书非常丰富。他到这个地方来读书非常便利，寺庙欢迎呢。为社会大众服务。所以藏经楼里头。不仅仅是藏的佛经世俗一般典籍通通都有。实在讲，就是一个图书馆。印光大师过去管理这个事情，管了30年。他是普陀山藏经楼。那也是寺院里头一个分支机构专门管图书的。这个工作好啊，你所接触的都是真正在
研究教理，读书求学，印光大师也有这么一个好机缘呢。30年了，不离开藏经楼啊。国学、佛学，你说这个基础奠定多么深厚？啊，这是他一生实现成就的原因。成为一代的高僧大德，人家心是定的，30年不下藏经楼，过最简单的生活，吃饭一个菜呀，一钵，饭菜在一个钵里头。不需要第二个碗呢，啊，还装个菜碗，没有，一个碗。喝完之后，倒一点开水，钵洗一洗，当做汤喝掉。一代的祖师大德，都是做给我们看。天天这样教导我们，天天这样暗示我们，我们想成就，哎，这样就成就了。想成就不是这样做法，不能成就啊。啊，你看看他收到。当时真正是天下四众弟子的尊敬、仰慕。所以不认真的学怎么行呢？啊，认真的学，认真的修。这就是念念宣扬解脱门。宣扬不立身与意三门。念念不舍众生，念念呢帮助众生，这个念头永远不中断。要存这个心呢。时时刻刻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，唯一重要啊！自己常常。要警觉到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树下诸神差尘俗。
人，这个房间没有人，人看不到你，鬼神看到你，鬼神看到你这个样子不像话了，你能对得起鬼神吗？你能对得起诸佛菩萨吗？你能对得起你自己吗？果然有这个警觉，有这样的念头，自自然然呢，守规矩了，哪里要人劝呢？想想我这个样子，佛看了怎么样？菩萨看了怎么样？鬼神看了怎么样？啊，是赞叹你，还是来呵斥你？自己要清楚，自己要明了。所以要养成习惯，啊，不管有没有人看见，我养成习惯了，啊，这个习惯是好习惯，完全顺从如来教诲，就是念念宣扬一下他们，啊，怎样脱离六道轮回？怎样解除烦恼习气，啊，脱离六道三途，要学佛啊！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呢，已经做出这个榜样来给我们看了。烦恼习气不能不放下，不能不克服。这个东西是难，啊，难在什么？生生世世的习气，这一生从小又没有人好好教导你。过去生中习气是因，这一生当中所一切的习然是缘。啊，所以养成了现代放任呢、随便呢、马虎啊，粗心大意啊，养成这么一个习气。啊！可是自己要觉到、警觉到，这是错误的，这是不善，不足以为众生效法。啊，一定要学佛菩萨，学佛嘛，学得像啊，佛就像你这个样子。我们起心动念，我们言语造作，常常想到，像不像佛？所以，沙弥律仪真注，出家人要不读，你要发心弘护正法。难了！你真正去读，真正去研究，真正去落实，你是真正发心弘护正法，诸佛菩萨都感激你呀！
怎么不护念你？护法神敬佩你，怎么会不护持你？你要是搞假的，有名无实，诸佛菩萨一句话不说，护法神瞧不起你，善神远离你，谁亲近你呢？恶鬼亲近你，善神远离，恶鬼屯门，在佛经上讲的。由此可知啊，要常常自己做内省啊，不能做克己的功夫，就不会有成就。再看底下这一首。世尊往昔修诸恨，供养一切诸如来。本所修行即名闻，摩尼宝中戒悉现。正世尊，成佛都是从相上说的。特别是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应化的身份不一定，随众生的感来应。感应道交啊，不可思议！啊，无论他用什么身份。男女老少，啊，在家出家，一定实现一个修行的样子。出家有出家修行的样子，在家有在家修行的样子。实相给我们看。形象有许许多多的差别，有一个永恒不变，让我们会清清楚楚体验到他的真诚、不变，他的恭敬、不变。哎，你看。他对人、对事、对物恭敬，啊，这个恭敬不是假装的，是从内心里面发出的。他的清净不变，他的慈悲不变。再往深处看呢，他全身充满了智慧呀，啊！现在练气功的人讲气。
看那个气，那个气是什么？智慧。啊，我们佛法里面讲光啊，啊，能练气功的人说气，外国人讲磁场啊，都是一桩事情。这个东西不变的，仔细去观察。他把他过去现在的修学，用这个全部都表现出来凡是接触他的人，稍稍有善根的，都能够体会到。只有一种人不能体会，粗心大意。啊，没有善根，他体会不到啊。好，这一首偈，我们下一堂课啊，接着再讲。Thank you.